开始施工了，看看这地方还能撑多久，拆。徐强，强强强强强。徐妈妈，我们回来了。接我，接我，接我。Assalamu alaikum， 老板好。照顾好我的新疆朋友。来来来，是真是的。哎呀，慢点慢点，咱们可得慢点。就是我自己说。慢点慢点。谢谢徐妈妈。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好好。碰一下吧，碰一下。来，今儿就我自己喝酒，不开熏。你开炉吧。啊。别在我喝水的时候逗我。往那边吐。就是买提这名字我一直特好奇，就是因为你那不是一整段木热河买提江，对，这是名字的部分还是姓的部分？这就是我的名字。但是别人如果叫你买提或者叫买提江，你烦不烦？不烦，因为我觉得在场你是特失望。不是不是不是，我就特好奇。我觉得在场上要是给我传球的话，还没说我名字呢，人家都已经把球给端走了。木热河买提江。我老觉得吧，就不把人名字叫全了不太礼貌。那姓是什么呀？姓是我爸的名字，是我的姓。我倒觉得是，比如说那个老外，你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在录制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你想叫，你想说，你想叫谁的话，你就用不知道新疆话叫。我在想提江。哎，事后有人这么叫的吧？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一般都是都叫买提呢，对，都我们叫买提都是方便的，来不及主要是。你要把他全名叫完之后，那估计都射门了那边了。我记得八粒是后头是买买提一粒，对，就是他怪他爸。嗯，说说这是买提是吧？其实一种有文化的体系，有文化的教导。我今儿其实不想聊名字的事儿，我想聊训练。哎，以前哪个教练练的最狠啊？你要说累的话，我觉得就是贾导和陶买提犯规，特别棒。然后呢？两位。哪两位啊？用新疆话说这会儿，老贾和老唐。这个可以吗？这你还不如直接说名字。这可以吗？直接说名字没关系。就是对这种训练的这种要求啊，各方面，有一点点的训练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消极的或者说不认真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眼里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你会从比如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就开始倒计时吗？不可能啊，有的时候觉得这样训练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觉得练完以后还是觉得没练够，就是还是不累呗。国产的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几个这几个教练呢，还是挺那什么的，对，都挺狠，我觉得。对对，就什么高洪波、贾耀轩、王宝山，就大家能见得着朱广沪什么的，这些教练统一练的都挺狠的，倒是。就是他狠是个什么概念啊？比如说，你开始跑两分钟一圈吧，两分钟一圈，你一开始第一圈跑了1:50了，他就按照1:50的标准，你第二圈也得按照1:50的标准。后来大家都学得聪明了。就是让跑2分钟一圈，绝对不跑1:50、1:55，基本上都是2分、2分01、2分02这样，要不然他会无限的往下加。以前那时候碰见狠的教练，就是，注意点速度啊，就是大家都一块跑的，但是跑到教练那儿都，全这样，教练我，聊到了，然后还过来跟着聊天，你知道吗？按这个速度跑，一到教练，还就全这样，你知道吗？截短啊，这是。不是以前真这么干那会儿，但耗子还行。耗子为什么总受表扬啊？就他大家都跑2分，耗子到最后100米，哈，一个冲刺1:50到了，你知道吗？叫哎呀，好好是吧？就是他只最后一圈冲是吗？不是，耗子体能就是好，对，是吧？每各种体能项目都是能咬牙，牙都咬碎了。你别扯了，我18岁的时候都跑过你，什么呀？
我十八岁的时候都跑不过你。十八岁都三十多了。多多少时间？你比人大一轮，你不知道？你有招是吧？后来就是跟谁，跟李章洙连的，而且李章洙坏，太坏。嗯，他知道什么呀？他知道，比如说今天晚上比赛了，主力联赛了，完第二天不恢复训练吗？那时候他刚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恢复训练，你看第二天都以为恢复训练，替补那时候也不怎么练，就是比赛第二天大家都是恢复，结果李章洙一来了以后，第二天主力都得跑，啊，你就想替补那量嘛，结果那时候跟着他们比完赛，你像我们那时候替补不打比赛，晚上跟他们比完赛完了以后，哎，喝点酒聊聊天什么的，啊，稍微休息的晚一点什么的，第二天上来就给你来个大量，就开始跑，一点不吹，一边跑一边呕，哎，哎，真吐是吗？是真，你喝点水就往上漾，因为你休息，包括那时候休息的时间不够，然后你加上再喝点酒什么的，第二天很难受。主要是喝多了，主要就是喝点酒，没有点儿的概念，把点儿去了，喝酒就是喝酒，喝点儿酒的概念，没有加上没有休息好。那帮教练还油呢啊！咱们跑三十米，跑十趟三十米，跑到二十五六七八米的时候不就放出去吗？对对。后来教练还捡了呢，教练直接摆到三十五米，要你跑三十米，说今天跑三十米，其实不跑三十，跑三十五。对。对啊，就得把那标志桶其实摆的就更远，更远了，你知道吗？就后来都是这种差时间一样嘛。对，比如说三十秒，他可能会到了二十秒之后给你喊二十五秒。我刚跑到一半，怎么就二十五秒啊？就开始跑，有的是这样。这完全是斗心眼儿，谍战片儿啊！而且这经常这样，对，经常这样。他们不是把桶往外码吗？后来我们觉得也不对嘛，我们自己往里踢，四个角嘛，那是跑方块什么四个角，大家一对眼神，都把这桶往里踢。所以后来助理教练还多了。助理教练站得桶那儿，你知道吗？还有这种跑圈四个脚的那种，一个脚一个教练。对啊，他站以前是吗？放一个杆，然后有些人从里面就五米就一插就过去了，然后一看这不对呀、啊，后来就站一个人，必须从他后面绕过去，从后边绕。全是斗智斗勇，是这会儿教练越来越多，现在教练一个团队原先有两个人就够，现在最少得四个人，所以老说复合型团队功能在这儿。对，我是后来跑不下来，我是跑不下来，跑那种沙滩那种训练，我是可能会，我腿是在跑，但是我可能会看到很远那个船呀、啊、什么的。我以为你看到比基尼。那儿的没有，那儿没有啊，想看那儿没有，那儿要看一烤馕估计跑得更快了，奔跑的肉串儿吗？对，但美提真是属于能吃苦的那个类型，在我印象里，能踢到这份上，基本上都能吃苦，像欣欣这样的少，甭管多大量，他自己能给自己调。哎，我就跑不动。哎，说这个，说他说刚才不说咬牙吗？其实啊，你就假如说同样跑八圈，他是从第七圈开始咬，我是从第四圈开始咬。你就完了吧？你就没咬牙，你就在后边遛个弯就完了。人身体觉得我也绝对有区别，对吧？就人都跑八圈，都跑八圈，可能成绩那个水平好的、心肺功能强的，可能从第七圈一咬，哎，还有一圈咬咬牙下来了。对对。我从第四圈就已经开始咬，我咬到第七圈也咬不动，所以第七圈我就落下了。那你要完不成目标呢？完不成没办法，我要常年你完不成目标，教练也就认了。教练就把目标给降低了，你知道吗？就把我个人的目标降低了。对，那时候会分，比如说能力强一点的在第一组跑，能力差一点的在第二组跑，啊，分成两三个组那种。你俩肯定都是一直在第一组。对，我后来不行。后来都到后来我不行了。你俩后来一块儿不行了吧？你是哪儿不行了？你完全不行了吗？腿不行了。对，飙过。那时候飙过，但是没跟买提飙过。那时候跟那谁，一个张林鹏，一个郑红，他们开始跑，就这俩。是吗？第一天跑沙滩，哗，一开始就冲出去了嘛。我就跟着张林鹏跟郑红在第一集团，就跟着他们跑。跑了一个，一共跑四个来回，差不多可能一万多米，三千米一个来回，一千五百米一个直趟嘛。跟他们跑了第一个来回，我就跟不上，我就跑后，我就下来了。是，我就后边越跑越慢，越跑越慢，就看
谁都给我超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把自己节奏已经打乱了，一开始上来跟他们俩就是开始冲开始裂，你知道吗？行，裂了一个来回以后就不行了。哎，如果那一届就是如果排序的话，能练得特别苦的，第一是谁？什么叫特别苦？就是能吃苦，然后耐受力强。张鹏，张云鹏，我也张鹏第一。对，第二呢？郑龙，郑龙。嗯，这俩人是属于能跑能练的。对，第三呢？那剩下的就是我。但是你就跟他们中间，你就觉得差那么多，差太多了。就是你像第一天嘛，就是跟着他们节奏跑一个来回以后，后边三个来回我就落到老后边了。没法比，这没法比。人跑得快怎么？人就跑得多，人就跑得远，蹦得比你远。就教练说70%的速度，然后说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到我那儿都90%了。这个是最可怕的。对，没错，70%、50%，怎么才能控制到5%？50%怎么能控制住？个体是有差异的呀。对，你的50%就到我70%了。对，就是他那跑着没事，这边已经喘得不行了，就这样。所以现在科学了吗？就科学那时候就是科学训练都什么呀？比如说，开始跑那种就像现在这种有氧跑，说你的脉搏不能超过170下，那你这个因人而异就不一样了。有的人这个就快冲刺了，可能也就将近到170，有那个心肺功能不好的，稍微走两步，哗就上170了，慢点，过170了，那哥们儿啪啪比我奶奶散步还慢，你知道吗？他但是你说谁呢你？你别做人，不打自招啊。奶奶散步，但韩鹏人就好啊，韩鹏心率就好，是吧？韩鹏跑多少就跑自己给自己累吐血了，最后人心率还是28下，他上不到30，是吧？他上不去，他是上不去那种的。我是那种上的快，下的也快。有一次我记得就跑那种跑圈，可能是180以上吧，那种速度。我一看表怎么200，开始响哒哒哒哒在那响。我想别想了呀，我就把那个心率那个往下一弄到肚子上。后来教练看60，你怎么回事？一点心率没有。你说下的快是指这个快，往下捋的快？没。买的多实在呀，你慢点不就完了吗？你给他录一个吧，你200让你180，你非200，你下回就200起步吧，我跟你说。那年李阳竹在恒大的时候。那个中场休息还撑不住，我碰过他在那个通道的时候。谁在恒大？李章洙在恒大那年啊，我说哎呦，就是他在恒大的时候。对啊，那阵儿我就想，哎呦，李章，你看我现在怎么样？我就王欣欣犯规。哇塞！王欣欣也有犯规的时候。讲故事，蝴蝶剑客也有犯规的时候。少见。完，他就说。哎呦，你就你这个跑动能力，你来我这儿，你要没训练，你都练不下来，你还上什么恒大？你赶紧回家去吧，你回家种地去吧。那他是练的挺狠的。他那会儿在国安那会儿真骂街，不是他骂街，就队员骂街。大夏天，而且那时候不能有记者去，只要有拍的，你就看嘛，就来了劲了。越有人拍越来劲，就是他给展现给什么，就是说观众看一样或者什么。加量。就是如果比如排序就是你们每个人经历过的教练里，你如果按魔鬼教练，就是在训练方面魔鬼来说，排前三分别是谁？李成珠德拉甘。对，就那时候德拉甘特别那个，德拉甘是特别狠，他不只是练得狠，他时间还长啊。就是一般你说德拉甘那会儿，听他们说他们在江苏那会儿，当时吉祥、孙可什么的，就给这帮人周云，就是这些练的啊。给他们练都不行了，因为那几个人是真的很能跑的，吉祥、孙可、周云什么的，就给他们练的都完成不了，你知道吗？后来说去天津也这么跑，他主要一天还闪练，马上还有一顿力量。对，上午一通跑，下午肌耐受，然后晚上再加一遍力量，加一遍健身房。你肯定撑不住，我还行，后来把心率表都摘了。已经没有意义了，心率已经对我来讲，后来已经不是意义了。主要德拉甘太了，你想算了吧，别给他找气，我也别自己找气了，你知道吗？就他说的160、170，没动怎么170？我一上道就已经180了，那还跑什么？你走都不用走，你就站着就行了。那你比我厉害有都是，那巴尔克斯直接就自己下底坐，跑两天自己跑对跑底下坐着去了，不行练不了，一天三练我受不了。还有呢，这些外援有点名气的或者大牌什么的，就对这些训练他是很反感，对，他绝对不练，
那他可以说我不练就不练，因为很少外援会参加我们这种第一阶段的，对，哦，冬训的，对，因为他们自称很职业。朵拉跟李章洙这两个人谁会位置更靠前？我没跟过朵拉们。我没跟过李章洙，我俩都没跟过。那你是最有资格评价这件事儿。我不认识。那你跟过的教练里，谁是排第一的？练得很。可能是贾老师吧。老师也不行。犯规。不行。他该被盯吗？讲讲老贾，还是讲他的这个训练确实强度特别大。嗯。每一周一赛的话，可能会也有每个礼拜两次训练，而且量特别大，上两次量吧，应该一个礼拜。所以说两次量。对。所以你看，就是在每周比赛的。对，所以你看建业的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他们的能拼能抢上，体能保证。对，体能保证。你看，包括他在全场逼抢，包括他断球以后的反击，后排的跟上，全是以体能为基础。那会儿最让你受不了的训练方式是什么？折返跑。练过吐，练到吐，还是？吐倒没有那么，但是我确实跑不了折返跑，就刚刚说的那样，长的可能有氧啊各方面都可以，但是这种折返的，可能天生就这样吧。再怎么练我都。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什么呀？它适合耐力。哎，有人适合跑耐力，有人适合跑这个速耐，对，有人适合这种无氧跑。不一样，但你像郑龙跟张凌鹏，他属于什么都适合，怎么着都行，怎么着都行。行，对，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北京队那人叫郭辉的，大连的，一跑两分钟一圈啊，不用掐表，跟着我的节奏，对，没有问题，特别准，就他那个速度到哪儿2分2分01，1分59，就他那个再快1分55。换人带这么多量，就两分钟一圈特别准。他确实，他跑那个圈就跟那什么步拿步量，他每一步迈的都是特别准。就是两分钟一圈的时候，刚回来跑的时候，两分钟一圈，谁也别快啊，跟着我的速度。我跟听天书一样。没有，我基本还能听懂。我说两分钟一圈这事儿，对我们俩，你们都是新疆人吗？哎，跑能跑到多少啊？一场比赛？都得一万一左右，对，一万一左右，就是好一点的能到11000多，差一点的也得10000以上，11000以下，差不多那样。你一场最多能跑多少？11000、12000吧，12000，应该有状态好的人能跑到12000。我跑过，8000多，1200，我走过8000多，没，我跑过，我一场亚冠联赛跑了11900多，12000。吐了吗？他。没吐，不是，他是因为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他要接球，他的位置需要接球，所以他必须的一直要在动。有时候亚冠会逼着你多跑一些，对，亚冠的节奏要快，节奏快好多。韩国和日本，他们联赛节奏都很快。对，有的时候我现在打边后卫这个位置，可能我前面的小会呢，一对一隔能力特别强，就是拿球可以能过，能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再上去套边啊什么的。但是换作这种江西哲这样的边前卫，要是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就老得套。他要带球，需要你的帮助吗？对，而且可能给我的空档更大一些。对，所以说每个球我都能到人家的30米区域。对，你更喜欢哪种类型在你身边？我还是喜欢就是江西哲这样的吧。你看，哎，你看，就是实在。自己少跑了不行，哦，真是，因为这样踢的话，可能自己也会很开心。对，因为比赛嘛，对，比赛毕竟是展示自己的所有的能力，而不是说有说那种保留啊，或者说怎么样。就原来这还没太考虑过，作为一个边后卫的感受，就是他身前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那肯定站的人不一样，踢法肯定不一样啊，肯定是不一样。所以当教练不容易。当教练不容易，但是很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对，就是这两个，就像他觉得可能跟西哲那种啊，
互相有配合这种，可能自己踢得更开心。但是整个团队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你是安排不了，也没法这么做。对，教练就得找到一个最合适、最合适的一个点，要两个人如何能对共在一个场上踢，还得踢好，而且还得根据对方的特点。没错，还得做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或者一些计算出一些考量嘛。所以说，我现在觉得作为球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真的，因为不用考虑这么多。对，不训练完以后可能会。回家了，对，有自己的生活，对，然后教练可能还是在队里面研究这个，对，三四个人坐在一起，今天谁练得好，是乱七八糟的吧，嗯，然后说，哎呀，这场比赛输了，输在哪，这都是球员不用考虑那么多。我特别想让你们每个人回忆，就是自己闭着眼睛想到自己练得最累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我是有过一。第一次吧，第一次觉得特别特别累。我当时应该16岁左右，然后足校的时候租借到新疆那个体彩队，对，去了第一天，那个教练练得特别苦。武汉那时候冬天冷，场地也是大雪天嘛，然后冻得都不行。然后说今天就是跑圈，我以为前心想着跑跑就完了嘛。没想到一分半，就是分两组，一分半跑10圈，就是跑一分半歇一分半，对，就是一圈一分半，一圈一分半，完你歇一分半，再继续跑四百米，然后中间还会做一些那种核心的力量、腰腹，做完以后，我以为完了，累的都不行了，好起来吧，再来十个，再来十个啊，然后可能是时间是2分钟一圈啊。然后就开始跑，跑完以后第二天我去做体检，说要比赛要做体检，然后大夫拿了我那化验单一看，这孩子太累了，别让他训练了，就弄到这个地步了。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因为他16岁跟着成年队练的，你想肯定是不一样，不一样。第二天血睾酮已经降到同期女性的一个血睾酮量了，已经不能再练了，肯定是。你这看见我还能踢吗？你能教练也跑了是吧，教练吧，你能。哎呀，我就说雷哥呀，徐强犯规，看看点赞，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别吓唬我啊，你这什么毛病，这山望着那山高啊，山上开满了红樱桃。不是吧？这山望着那山高啊，山上开满了红樱桃。这山望着那山高啊，前也有个家之道。让我赛场拼命跑啊，对我帮助真不少。咱人品是个传家宝呀，谦虚谨慎不浮躁。吼西给拉西卡，西给拉西卡，赢了苏宁我赢淘宝。最近家知道心情不好，发布会上把情绪闹，回答问题吃了强药，到底为什么不知道？贾指导说了一声都闭嘴呀，记者说了一声 I'm sorry， 西给拉西卡，西给拉西卡，麦迪江。你说他搞的是什么鬼？先画红眼影是吧？你说这不是这他怎么了？心情不好吧？好吧，行，这个今天的问题就在我手里。我们有一个规矩，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不管是谁错的最多，我们总是要考验新人。所答非所问啊，你要反着答。来，注意听，第一个问题：新赛季转会到天津毅力，现在在新球队适应吗？适应。怎么不适应？啊，没命。我问您，现在在天津毅力刚到新球队适应吗？啊，不适应。作为
第一个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维吾尔族球员，是不是感觉自己是新疆足球的骄傲？没有。哦。啊，好好好，注意听。第三题，爷爷和父亲都踢球，你感觉现在你父亲能否代替你征战中超联赛？可以。哦，也就是还是岁数大。嗯。还是能力不行。你说我都褶着说岁数。作为天津泰达伊利的两代球星，你觉得你自己和王欣欣谁帅？王欣欣帅。欣欣对此有什么感想？嗯，确实我帅。最后一题，在国家队没有正式比赛出场，是不是感觉有点遗憾？没有遗憾。嗯，那会儿是后来梅西名单吧？对，就是带去29个人，我是可能第30个走的吧。最后一天，明天他们要去卡塔尔，嗯，然后高指导，你下回顺着就往外说，你别自己，自己停啊，太实诚了，把我带到房间里面就跟我聊天。就是说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表现各方面都不错，然后说但是队里面的需要，当时是谁中后卫受伤了，不知道谁伤了忘了，赵鹏一直都有伤嘛，对，然后可能带那个李建斌去，多带一个中后卫，对对对，带建斌去，因为当时就是正好缺一个中后卫，对，然后当时我说好，然后说以后肯定有机会，但是也没得到这个机会。咱俩当时都是接到的这一句话，下次我们有机会。本来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话题里，最开始想聊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当时不理解的训练方式和你现在，觉得当时有对对，没错，我真是这么写的。因为我看你手卡。其实按理来说是理解不了。你在没有这个经历之前，你永远不理解这事儿怎么，就是教练告诉你说这件事，你自己本身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做完之后看到结果了之后才回头去理解这件事，之前就理解不了，这就是跟那时候让你跑似的，两周让你跑，好像说跑什么有什么用啊，但是你最后80分钟以后你就是能跑，人一累啊是最容易涣散的是这里，对，精神就不集中，是精神上不集中，所以说练这些东西是为了把精力在累的时候也保证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状态。好多好多时候李正洙练完跑以后再让你去动球，其实那会儿腿已经抬不起来了，但是那会儿就让你集中精神，他不会让你有什么强对抗，就比如让你颠个球放松，但那个时候其实都不愿意动了，就跑不动，就已经跑完了就不愿意起来了那种，但是你必须得把球颠好，就让你几个两三个人颠个球什么的，不让掉，那时候就让你的精神在集中，你经历过的就理解了，没经历过你就得骂他，没经历过你有可能反过来就和这教练水平有问题，对，他说我可没说。但有时候就有的那些像以前那些一看比赛分析录像什么的啊，都看能睡着了。老沈最爱看录像，说全名沈祥湖，哎，最爱看录像，他能把20分钟录像通过他的讲解讲2小时。老朱也爱看录像吗？嗯，朱广沪，朱广沪那会儿超白金一代的时候，是在鲁能的时候，那个教练经常跟我们讲，你们看球的时候，千万别看球，也别跟着球走，对，别跟着球走，你一定要看自己的那个位置上的人在干什么，球到了这边，他在什么位置，他去了那儿在什么位置。后来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当时也小嘛，我说这不看球看人呢，看人呢，就是也看不见啊，真是看不见，就光盯那个球，那个人去哪儿了，看我，你这样看行，你这样看着就行。然后后来现在就是我看我自己的比赛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球在那儿发展的时候。就我们队里面每一场比赛都有这个自己拍的嘛，全场的，就看你自己的，看得特别清楚。对，比如说球去了那儿，我一看，有的时候收慢了，对，但是人家没穿到位，对，或者说没有看到，当那个时候我就已经
提醒我自己下一场我一定要，他没传之前我一定要到这个位置上。对，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你又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老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真的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竹叶的那个原来足球之夜的资料库里，应该有买提爷爷的那个视频的资料，对对对对，确实有，嗯啊，其实我来鲁能就是通过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足球之夜，哦是吗？对，对对对。所以说鲁能那帮人看到以后，啊，哎，这帮孩子还不错啊，就过去就选人。嗯，哇，那你得感谢秃子一下，那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对对对，那时候你还小吧？应该谢谢张斌老师。孙雷犯规，不认也行啊。其实网上说那个是我的姥爷啊，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网上写的是爷爷，但是那是我姥爷，写的姥爷，就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都是足球这个行业的。对，估计那时候可能是买提父亲为了追他母亲，所以学的踢球，是不是？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新疆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踢球？因为最近吧，可能会关注这个新疆足球的各方面。更多了，然后说新疆那边呢，了解这个这边的足球这种环境啊，各方面，有信任了，所以说能把这个孩子啊，希望就推送到我这个全国的所有的俱乐部里。对，以前我们那时候，说实话，所有人都挺害怕的，因为当时我们才10岁，10岁的时候，父母一想把孩子。交给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城市人，当时你10岁出来的时候，汉语是不是还不怎么会说？我一句话都不会说，一句话都不会，对，一句话都不会说，就是你好吃饭就简单的那些。我们5个孩子嘛，这个家庭里面除了我爸以外，其他人的父亲父母啊都不太会说汉语啊，所以说我爸就不放心，把我们5个人。带到了鲁能足校，然后在那儿就2002年到一直到待了将近7-8年吧。嗯，那你比如说你当时在离开家的时候的行李里都有什么呀？都带什么了？能？你怎么知道？我一猜就是啊。没有，因为我们要，因为他有肉，你有囊。带没带囊？到底有腰子吗？他们有好多就是新疆球员，包括那时候巴黎也是，就是在江苏那边，他那屋里真的有厚厚的，就是那个烤馕。对，哎，能放多久啊？对啊，能放多久啊？可能它会变硬，但是不可能1个月左右吧。但是它变硬是不是嚼着就费劲了？那可是吧？不是，我就说它那个就是你一开始拿过来应该是软的。对。后来就慢慢它会变硬了，是吧？对对对，那口感肯定跟那什么一开始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这么吃啊，牙坏了怎么办呢？你太实在了，你不能这么吃。给泡点热水里面可以吗？哦，我说呢，上回偷吃巴黎点东西，硌到牙都疼。我说巴黎怎么走了？囊没偷吗？回屋一看，囊没偷。但还有那什么，好像有好多干果，也不是干果，什么就是什么，各种。其实大家认为就新疆就生产什么葡萄干啊，然后还有什么哈密瓜，就这两个东西嘛。但是其实新疆很多很多的葡萄，新疆葡萄是不是吃？对，葡萄，对，葡萄特别好吃，因为新疆是日晒。哈密瓜。对对对，说了吧，一共就说俩。大家都以为新疆只有葡萄跟哈密瓜，但其实不是的。我们除了葡萄还有哈密瓜。哦，对，西瓜，西瓜，瓜子儿，切糕。其实那切糕确实挺贵的。是吗？你确实挺贵，确实啊。因为它这种做的纯手工嘛，然后架的东西也特别多啊，人家这个有很多工序的，对，确实也好吃，对啊，对，哎，你吃了吗？废话，你
漂亮。我这一万题没出问题着急了，你知道吗？我想问你一次，我错方向走错了，三个字。头没来得及转回去，你知道吗？转到这儿你吃过了？不是，买题都说废话。你也是从巴黎那儿偷的吧？没有，别胡说，顺带就拿了。那巴黎挺有意思，你就对，买题肯定跟他熟。嗯，当然。我先打前站啊，那会儿跟绿城的时候，中间有一次就是绿城客场打山东鲁能，巴黎就去找钢铁武士了。嗯，我一跟新疆的朋友过来找我吃饭，比赛前一天。新疆的朋友过来找我吃饭，我能去吗？钢铁武士真是就是我觉得外教有一点是挺牛的，去吧。嗯。那个晚上我们要开会，你赶不上开会呢，回来之后我让我们助教再跟你说。哇，是吗？这个太好棒。对呀、啊、就真让他去了，结果是跟买题去吃饭。不能了。买题什么时候的事儿？2012年戒备了。好像没有这回事吧，因为我一般比赛前我都不会出来。估计巴黎可能说瞎话了。哦，原来不是找你的吧？肯定不是我。他是说是个买题，把你买囊去了。因为囊被囊了。怎么连上了这事儿？因为那会儿我觉得说买不是买题，巴黎能去找钢铁武士。把这个事儿说的本身也挺牛的。对对对对对，比赛头一天要比赛头一天去说，我有个朋友过来找我吃饭。嗯，他就把这事儿跟教练说了。他们真的是挺特别真实特别实在的，就是很就是一开始不太熟的时候，如果你要玩笑开过了的时候，他们真的会生气啊，真的会生气。就是、有什么特别犯忌的地方？可能本身新疆球员出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有些球员不是我，可能出来时间比较长一点，可能心里面觉得有点看不起的那种，不是说看不起吧，可能有的时候给这个新疆球员这种感觉，就是说，明白，开玩笑开大了，或者说你在玩我吗？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不应该，按正理来说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无形中就给按地域给划分开了。那买迪融入还可以，对，因为我十岁那个时候可能正是这种。适应能力比较强，刚去鲁能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捋一遍，先拿那个维语啊捋一遍。对，就是这样，就是想他在说什么。对，然后我再回答他。现在呢根本就不用想，就是跟自己的那个什么一样，叭叭叭叭对说出来。你这反应多快，废话。我真觉得说这个什么时候买提江就是买提江，他是不是新疆球员啊，或者他是不是维族球员，这事儿不太重要的时候证明。觉得现在也没有这么重要，哪有说那儿不是这样一分析什么买提江还新疆球员，各地不同，而且跟人有关。跟人有关，你比如有的新疆的球员，他刚刚出道的时候，那肯定一定会切成，那肯定是这样的。对，买提都多少年了嘛，包括巴黎也是多少年，就没有人好像真的在拿他们就是。我跟巴黎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从小都是你没让人偷过囊，没有，他敢偷我就。可能我出来的时间。比他要长很多，比如说他是可能是2010年那会儿才出来，以后去这那个去哪儿试训，绿城，对，他直接去绿城是吧？对对对对，直接去绿城，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才出来的，我是可能10岁，然后可能新疆的这些大部分球迷也好。不是的那么的认可我，认识我对对对对，他们一直认为是巴黎是新疆培养出来的球员，我呢可能是在这边出来的球员。那反过来你会不会特别想说想证明自己还是新疆娃？这个确实，因为我也有这个目标，因为作为球员嘛，比如说在新疆没有几个人能到这种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包括进国家队，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努力想成为这个最优秀的球员。不能说是，
对对对对。再说一遍。没听见啊。所以说一直在努力，希望就是说今后吧表现得越来越好。一提到新疆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对，我最后一个话题，我留给买迪，就是因为我之前我跟买迪没接触过，但是他给我印象很深，是我跟他这次聊，我说过来上节目吧，他说我特别想说的一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新疆有一个中超球队。嗯，确实。能聊到这个话题，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的那种感觉，这个感觉可能很棒。因为当时我在新疆的时候踢了一年的一级联赛，那个时候觉得那个虽然那个比赛的级别不高，但是可能会感受到这种鼓励也好，这种心里面特别爽。很多的新疆的这些热爱足球的这些人，可能在这种现场看这种比赛的机会特别少，而且这一辈子可能来这边的机会也少。所以说要是在家门口有这么一支球队，肯定会很火爆。有的时候回家踢这种野球啊，无人知啊。哦，你回家还踢野球呢？对啊，但是跟他们踢还是很有乐趣的，因为新疆球员的这个骨子里面就带着那种不服输的那种，虽然我的技术不如你，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努力去弥补。他会想办法想过你，比如说想穿你裆啊，就是这个感觉。哎，踢野球被人穿过裆吗？穿过呀。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对方可能没反应。对方可能没反应。我有反应，生气呀。真好玩。哎，我想去一趟。有点帅。戴帽子。不是，咱们是不是节目的常规班底？对对对，这个大伙儿一起组团去新疆啊！咱们今天唱的都是新疆歌曲啊，继续给大伙儿来一个新疆歌曲的普及啊。两只山羊那爬山着嘞，两个姑娘们洗澡着嘞，我想过去嘛还要训练嘞，我不过去嘛我的心痒着嘞，青白白的山坡子上花儿开着嘞，一个姑娘们等我着嘞，我想过去嘛要开店嘞，我不过去嘛我的心痒着嘞。山羊爬山着嘞，两个姑娘招手着嘞，我想过去嘛还要训练嘞，我不过去嘛我那心痒着嘞。是不是你们那儿的歌？对 对, 对吧？对，这个今天我觉得咱们也没有必要看这个成绩单了，因为这个麦迪江肯定也当选，意识到了啊，对啊，已经意识到了啊，当选了本轮最佳。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惩戒制度是少不了的啊，因为我们乱七八糟，我们对了一堆东西之后呢，平时敷料呢？啊，敷料这儿呢，别招风。哎，你让买题自己加，先给他倒豆儿。来，给你这个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个。起司粉啊，起司粉，你还自己还加上了，你自个儿了你，我加了，好吧，这可能蘸糖味儿挺好的。第一次啊，嘉宾自己给自己加料，好，人搅拌，这是你的，好，我的，对，可不就是你的吗？因为是这样，我们刚才说了嘛，您的这个错误最多，所以说接受惩罚。过生日似的，你过生日都得来这么一杯是吧？不，哎，但是真让你现在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我有两个愿望吧。好贪心啊。对呀，第一个可能对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就是说能够进入一次国家队。第二个可能还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一样，希望
中超有一个新疆的球队。少了，没喝完，喝完再输了。我的意思是，喝完这杯，你第一再来一杯，你离第一个愿望又远了一步。哎呀，就一口干了。你不能品一下，你不能品，你就往里一倒。我跟你说，我自己我有经验。好。你尝尝，我不，油腻的头油呢？哎，谁喝过头油是怎么着？好了，来，咱们一起来说一下咱们中超脱口秀的广告代言词。中超脱口秀，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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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每回到这时候你最开心。好了好了，节目结束，马蹄香，好，到我这儿结账来啊！好嘞，一共是680啊。行。哎呦，真有钱，680不打倍儿啊？不打折呀？第一次来对吧？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水很贵的。是吗？啊，650。六百五。六百五。600吧。